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先生，啊，你确定这土地要卖掉？无家财，我想你会反悔。先生，啊，无你在这客户书顶头，因那等等的，啊，关于过户手续哦，我马上来办。过户手续？是啊。林大叔，你的意思是讲土地已经有人买去了？还是什么人买去？我无想要骂你啦，其实这个买主是甲前几回买你遐土地拢共一个人，共一个人。谁那这个人对阮陈家的土地这么有兴趣呢？林大叔，我是不是会当甲迄个人见面？真歹势，伊无想要甲你见面。奇怪。大概伊若买我的土地，我开偌济介绍，伊从来都毋捌抬价。伊敢若对阮陈家产业真有兴趣，敢讲有啥企图？真生，你都卖想遐济啦。反正你是摕到你应该得的介绍啊，你还阁有啥物无满意？哦，我毋是无满意啦，我是感觉真好奇。真生，你伊若转转来，啊钱哦，我三工哦。就该送恁家给你，晋长，我是劝你哦，生意哦好好做。虽然安尼土地一直卖，我嘛赚你袂少钱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我实在是赚了足袂安心的啦。晋长，歹势，我还阁无用呢。真麻烦你哦。免客气，免客气，免客气。啊，无你顺行。慢行哈，齐老板，恭喜你，陈家的土地已经是你的了。林大叔，多谢你。林姐，这是你应该得的。多谢。土地手续办好，才帮你甲送来我厝。这无问题，我随来办。王老板啊，拜托哦，给我三天的时间啦，爱钱哦，我已经存到够了。啊，顶个月你嘛讲三天。啊！我这个月来，你又搁讲三天，啊，逐个月拢安尼，啊，你安尼处理，予我真为难呢。王老板啊，实在吼是真歹势啦。啊，你都大量讲，你做阮的生意做遐尼久啊，啊，我甲阮头家做人吼，你嘛毋是毋知影，阮绝对吼袂赖你的笑啦。我知影吼，陈老板甲你吼做人拢真好啦，啊嘛照顾阮生意遮尼侪年。啊，无好啦，搁予你一礼拜的时间啦。啊，我后回来吼，你莫予我白惊咧。多谢你啊，王老板，多谢你啦。阿经理嘛，你莫管我搞话啦。陈家的产业遐尼大，啊，哪遐尼紧就毁掉哈？阮陈家的代志，干你啥物事代？志忠啊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啦？王老板啊，迄囝仔人吼，毋捌代志，啊，你莫甲伊计较啦。啊，过两天啊吼，我摕到钱吼，一定专工吼送去给你啦吼。那安尼，有我先来走啦。啊，多谢吼，啊真歹势。我慢慢行吼，多谢吼。阿母，王老板是不是来讨笑？阿母。大人的代志吼，囡仔人莫插啦，尤其是你，志忠啊，你哪会当对林老板讲话遐尼无客气哈？你看你的什么面啦？袂亲像讲人欠你偌济钱嘞？你还知影是咱欠人钱，唔是伊欠咱啦。阿母，你敢真是欠人真侪钱？我来去找头路啦，我出卖他啦，好吗？我叫你莫插，你无听哟。
阿母，目睭用个八金啊啦！金堂哥，生日快乐啦！生日快乐！蜜罐，这是阿姨送你的25岁生日礼物，来。多谢阿姨。阿姨，这是不是你跟我讲跟我有关系的物件？是啊，多谢。蜜罐，这是金伯送你的，祝你吼。永远青春美丽，幸福快乐。多谢金宝。阿豪，阿你咧？哦，哎，阿静哦，初老人啊，初到堂弟啊，唔知讲恁初囡仔人爱滴啥物，阿静阿袂晓买。阿豪，阿静一个大红包哩，看你爱食啥物，爱用啥物，你家己去买，吼。阿静祝你生日快乐，哈！多谢阿姐。不管啦，我到生日应该爱欢喜才对，恁还在哭。金宝，我哭是因为我欢喜啦。你阿哥、阿姨、阿姐都对我这么啊好，虽然我不是阿姨跟阿姐亲生，也不过伊对待我，好像像对待家己的查某囝同款。我感觉我就很好嘞，没乖，阿丽哦，爱你唔通袂记哩。你虽然唔是阮亲生的，也毋过你对阮来讲哦，拢是重要。唔管哦，你有啥物愿望、啥物希望，金伯、阿姐、个阿姨拢会答应你。阿姨，你讲我敢是真实的？阿姨，啥物时阵骗你啊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有一个愿望，希望阿姨和阿姐会当替我完成。什么愿望？我希望阿姐会当做阿姨做某。阿姐，你拄才有答应我，你袂去反悔哦。无啦，无啦，我唔是反悔啦，我是。阿母，你问恁阿姨啦。阿姨，阿姐已经答应了。阿姨，闭关啊！阿姨，你唔通袂记哦，你都叫我答应我，你讲只要是我的愿望，你一定替我达成啊。闭关，阿姨甲恁阿姐哦是兄妹的感情，无可能做翁仔某啦。阿姨，那是你的想法啦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当感觉阿姐对你用情遐尼深，遐尼啊重。我相信伊无希望跟你只是爷妹啊尔。阿姐人遐尼好，你啥无爱嫁伊啦？对无阿姐？哦，嘿啦，我嘛不晓讲，我是无差啦，无你问伊无？金宝，你要跟我斗三工嘛？阿姐。当场阿姨，那安尼我就有阿爸佮阿母，那安尼我嘛应叫你阿妈啊。哎呦，戆查某囡仔，阿唔是我要嫁啦，你来问我。哦，金宝，我唔管啦，你来跟我斗相共。请问你要找啥？金宝，哦，金大帅，那很行嘞。这是恁谈价。咱做好讲啊！
你搁知影转来啊？我甲你讲啦，今日王老板来过。是倒一个王老板？倒一个王老板？无怪你唔知影啦，咱今麦的债主有偌济，你敢知影？我算予你听啦，有报账的啦，有美店的啦，有你做生意失败的啦，啊，搁有你投资予人骗的啦，啊，搁有你迄花仔予赌的啦。你讲到啥白啊？规矩吼，拢来杀杀了，杀破啦哈！我甲你讲吼，后礼拜啦，王老板来甲你收钱啦，厝内底吼，下当两下当卖，我拢卖了了啦，我无法度啦，你家己想办法啦。你是下教授，你哪拢袂讲话啦？代志即摆是安怎啦？你是去大水还阁要卖土地哈？啊，即摆是安怎？就真个土地安尔，啊！你即摆卖出去也卖啦。这是连线卖啦，你不是叫我家己处理，我家己也要处理啦。这，哇！哎，文娘，阿兄阿妹你也未过来。我伫等你，等我。哦，今日美馆讲遐话哦，你莫放在心肝内啦。啊，迄囡仔人哦，想到啥就讲啥物啊。啊，今日伊生日哦，啊，互伊快乐一下啦，吼，莫想伤遐多，紧去困啦。阿芳兄，拄则迄个大叔所讲的单价，是毋是单间抢因兜？阿福兄，我无希望你骗我。安娜，你是安那要安尼做？敢讲，这就是你坚持要倒来台湾的目的？你是为着要报复陈建昌？阿凤爷，敢讲你袂记？咱当初是谁人要离开这个所在？咱就是要将这一切拢放互袂记的。外国甲陈家的人有任何的关系？谁人你即摆去找陈家的人要陈家的土地？为什么？阿福兄，敢讲你变了？我会记以前，你不是这款人，还是你现在有钱，想要提钱来补助陈家？哪天你跟陈家人有什么不同款？我是在买卖土地，我老实跟你讲，不是你手提遐尔，我规房间拢是，因这卖土地拢在我的手头，因敢若剩一间大遐厝尔。陈建昌的母甲囝仔人，拢是伊家己做得来，伊家己醉生梦死，要食唔讨趁，地主家就伊着爱卖土地来过日子。又搁谁在买土地？人是你嘞？文英，我若无去甲买，别人同款的去甲买，伊的财产同款的无去，敢毋是嘞？阿母，你讲，我安尼做够唔对？到讲陈家予建昌母甲这款地步，阿姨，我无转来甲看一撮，我是怎样袂放心的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袂甲建昌讲你的代志，我嘛会当顺续看你的囝，敢毋是？阿兄，今日话啊，
未来袂歹哦。一条，家遐出去外口行行，好无？袂啦。袂？为什么？无为什么啦，反正我都无想要出去嘛。要去你家己去啦。志条，你甲阿兄讲，自细汉顾大汉，是啥物人上疼你？是我对吧？自细汉顾大汉，你若有心事，拢是甲谁讲？也是我对吧？一摆阿兄想要拜托你跟我出去外口行行，你就唔答应。你敢袂感觉对我真歹势？嗯？好啦好啦，你唔是真爱画图，出去外口行行看看。买得靠，会乎你更加一灵感嘛？安尼以后你的图会画了更加好、更加水，好，行啦，好啦，行啦，好。阿爸，阿爸，我想要带志忠啊，出去外口行行。志忠哦，逐天关在厝内，我毋是办法啦，出去行行也好啦。对啦，阿母嘞，你无看伊啦？一透早就出去啊！一定搁出去装钱啊！阿爸，今仔大概出去装钱的拢是阿母，唔是你。你是要袂讲啥？阿爸，无代志哦，无阮先来去啦，哈。都在竞争打拼，是安怎我做的生意拢失败？陈家的土地、甲店面拢互我卖了了，即卖，敢若剩一间大兄厝，敢讲陈家的产业，都爱毁在我陈建昌的手内，我是走到无路用，我到无路用。建昌，你是你背离了我心，你是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你回来，阿姨。